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出门就遇贵人，三大生肖命中带财。生肖狗，生肖狗出门就遇贵人，他们命中带财，届时肯定能赚的口袋鼓鼓，万事顺利，只要接住好运，今后必定不会缺钱花。此外，单身的生肖狗，只要能够把握住时机，就能够与意中人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开花结果，今年必定能够会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人，要好好把握。属狗人来到七月，将步入六合贵人，官星大旺之大吉月，做事有魄力，工作勤奋努力，升职有望。本月正财运稳健，经商者会在贵人的帮助下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，令人羡慕的财运到了，果断投入可有大回报。上班者收入方面有明显的上涨，业绩提成、奖金等收入让生活品质得到提高，有钱花，随便花，开心不已。生肖猴，属猴人运势飞涨，出门就遇贵人，他们命中带财，财运爆棚，横财发不停，喜事连连，好运不断，接下来可以说是幸运连连，财源不断。无论是正财薪资的增长，还是偏财获利的所得，都注定能翻番，大钱小钱齐开花，让人喜笑颜开。属猴人七月将迎来正财大旺之大吉运，事业上非常顺利，财运好，进账颇丰，月初财运直线上升，职场者付出必有收获，薪金提高，正财到来可多劳多得。自主创业者稳定经营，就可有不错的财富来临，客户增加，公司业绩步步高升，心情顺畅，身体轻快，小毛病远离。生肖龙，属龙的人天生财思敏捷，智勇双全，他们从来都不会偷奸耍滑，出门就遇贵人，他们命中带财，会得到财神爷的眷顾，贵人运旺盛，福运降临，横财遍地，存款达千万，在工作上面有了大的收获，而且越努力惊喜越多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五大生肖七月财运旺，八月桃花红，财运爱情两不误。一望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五行金命，生为贵人格，夏日五行火盛行之日，就是他们的转运翻身之时。七月里属鸡人运势极佳，求财顺利，生意场上浮现绝佳机遇。虽说距离七月还有几天时间，但属鸡人如今财运已开始大大好转，拥有大财临门，岂能没有成就终身大事之喜。属鸡人八月就见桃花遍地开，九三年的属鸡人正值大好年华，如今八月喜遇桃花，脱单有望，红红火火结缘，日子幸福美满。二望生肖鼠，生肖鼠的人五行属水，生为聚财水命，夏日里骄阳似火的同时，也水气充沛，利于属鼠人聚财做生意。每到夏天，属鼠人的财运就一发不可收拾，见财见喜事。今年七月的运势更不同凡响，属鼠人迎三偏财，四正财，加薪有四回，偏财手气极其旺，财运亨通三十天，七月里没灾没难，有钱有势。八月之时，九六年、八四年生属鼠人，还将迎来如虹桃花运，相亲也能遇见好对象，恋爱也不缺。下半年福贵双修。三望生肖马，生肖马的人五行属火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谁也别小看他们的能力和胆识。就在今年七月份，属马人迎来盛夏五行火相加之力，财运大成，
运势不凡，钞票不见缺，有爱更多财。七月整个月里，不但不会再破财消灾，更得财星高照助意，风生水起，有钱有势，热情积极的心态能促成大事。紧接住八月将开启亨通桃花运，九零年的属马人情场得意，单身者脱单顺利，旺字当头。四旺生肖龙，生肖龙的朋友天资聪颖，为人善良，重情重义，他们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，特别能吃苦，无论在什么行业工作都能得到领导的器重和欣赏。从七月份开始，属龙人被好运包围，万事如意，身边会有不少的致富商机，有望成就一番事业，另外收入也增加了不少，生活和和美美，横财数不清。八月出纳官的偏财，红鸾吉星庇佑，届时吉人天佑，迎来大波桃花。五旺生肖羊，生肖羊的朋友像一个大孩子，做事刻苦耐劳，七月田宅功德贪狼吉星照耀，到时候霉运避开，好运到来，腰缠万贯，倘若接住好运，喜鹊登门报喜，正财偏财进家门，必能大赚一笔。属羊的人生来机灵聪明，相同他们的桃花运也是直线上升，八月里身边会呈现许多的异性喜爱，所以假如生肖属羊的人能够好好掌握的话，一定是工作爱情双丰收的。因而生肖属羊的人一定要记住，你们的好运就到了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七月到来，七月转运，五大生肖运势从低谷到高峰。生肖蛇，生肖蛇前一段由于生意受到一些挫折，有过一段时间的沮丧和不快，虽然如此，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意，一直在思索住变革和创新。进入到七月，生肖蛇命宫中的华盖星和将星双双来报道，头脑思维敏捷，决胜千里，竞争力增强，无往不利，生意一跃而起，大转运，从此人生好运常在，锦上添花，大财频来。生肖虎，生肖虎从来不走寻常路，他们有非常聪明的头脑，因此生意经营得红火旺盛，然而由于太过相信别人，以至于前一段事业受到一些阻碍，有小人作祟，不用担心，这种情况在七月份将会大逆转。七月初起，生肖虎命中的龙德吉星发挥作用，小人不见，贵人出现，一路扶持，生意大火大旺，人生的大财来个不停。生肖兔，生肖兔踏实做自己的事业，取得不小的成就，虽然前期受到一些挫折，但他们一直在坚持。七月初期的解吉星降临，生肖兔的人生大放光芒，财运一路看涨，大财到来，一路接个不停，连续发发发。生肖鼠，属鼠人七月财运达到巅峰，发横财中大奖，钞票多的麻袋装，属鼠人他们届时财运旺上旺，事业生意红红火火，发财之路非常顺利。另一方面，属鼠的朋友将迎来横财进家门，大奖小奖源源不断来报道，发财机遇越来越多，未来只要生肖属鼠的人继续向前努力，就有望步入人生的巅峰，事业上如鱼得水，前途光明，财运上日进斗金，往后家中富贵简直说到就到，可谓是好运至极。生肖马，属马人之前一段时间采听官有杀星地劫星作犯，因此运势受阻，大财不见，好在生肖马命中有才华贵人和子鱼吉星照耀，恭喜他们大难已过。七月生肖马他们财运一飞冲天，火力十足，
无论是正财还是横财，都是相当的不错，不仅生意上的收成会十分的喜人，而且事业上也是如鱼得水，非常顺心，银行存款更是蹭蹭的上涨。只要他们能借助好运势，再加上自己不懈地去努力，金钱自然随之而来。日进斗金，钱包越来越厚，再也不用担心缺钱花了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